封号斗罗唐三携唐昊再回昊天宗，却遭阻拦。速去宗门禀报，就说唐昊唐三父子携眷属归来。唐玉看到唐三，明显松了一口气。嗨，真是你啊！我还以为那些外门弟子唬我呢。唐三，欢迎回来。我刚听他们说，二叔也跟你一起回来了。我父在此，晚辈唐玉，见过二叔。不许多礼，宗门罪人。早在20年前，唐昊就已经不算是昊天宗的人了。唐玉大哥，麻烦你带路，我们要回宗门。这个，兄弟，你去宗门自然是没问题的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咱们宗门现在封闭，不接待外人，而且二叔的身份很敏感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了。什么叫外人？我父亲是上代宗主之子，封号昊天，这是我的母亲与妻子，何来外人？唐三，这个我实在是做不了主。你看这样如何？你先随我去宗门，向宗主和长老们说明情况，然后再请二叔和家眷上山，这样便好。唐玉大哥，失礼了，小三就先和他上山一趟，稍后再下山来接你们。小五，你也在这里等我。小三，注意分寸，去吧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